公共电视将推出由魏武营以女性为重心的歌剧《杜兰朵·诺玛》，由指挥简文彬、导演黎焕雄以及女高音左涵莹携手打造美声经典歌剧。周六晚间11点，公视表演厅；3月4号，普契尼歌剧《杜兰朵》；3月11号，贝里尼歌剧《诺玛》。